剩下的这九位选手呢，他们依然有机会了。对，他们当中有四个将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，还有另外五个呢？五个就无缘这个舞台了。我的天哪，一下子全军覆没了一半。所以呢，很沉重。是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取决于网友们的投票了。哎。所以网友们现在赶紧给你喜爱的选手们投票了。是。我们最后再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。5秒钟时间哦，各位网友，5、4、3。 2、1，投票结束。这是网络内投所有的网友们做出的选择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在宣布结果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听一下，看看包老师和慕寒他们是怎么预测的。好的。还有4个名额。预测啊？嗯，我觉得现场对于5号选手的呼声真的很高哎，感觉上差2票嘞，他。 感觉上应该也蛮不错的了。他人气很旺的。然后我想知道1号选手的打扮是什么情况。哎，1号选手来，请到中间来。巴拉巴拉，小魔仙吗？元气满满呢。因为我们家粉丝的后援应援就是小魔仙，所以呢，我就是他们的魔仙王子了。哎，魔仙王子，好的。那我是小公举哦。小公举哦，而且今天这身打扮也是相当用心的，为了粉丝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。好，结果好像出来了哦。结果就出来了。嗯。 有4个名字哦，目前在舞台上只会留下4个，要走5位。我来宣布还是你来宣布？叶维你来。我来宣布吧。对，你们希望是谁？第一位晋级到下一轮的是？他是谁？秦冰翼。秦冰翼。哇，就是刚刚的那个。小魔仙。哇，很幸运哦。OK。那第二个呢？我觉得他可以说是。 众望所归吧，他是谁？吴奇隆，吴奇隆，下来呀，下来呀，来来来，到中间，还有两个，还想唱是吗？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字啊，这个人叫陈浩，陈浩，陈浩，最后一位，恭喜聂小旭，好的，所以。 首先要恭喜4位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，那同时进入到下一轮比拼会更加的惨烈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准备。麒麟，我给你提一个意见啊，你整个舞台的表演都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有一个小缺点啊，鞋不够白啊。赶紧去刷一下，赶紧刷一下。刷鞋的时间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们投票的结果，我们的榜单来看一下大屏幕。好嘞，排名前4的是吴奇隆、陈浩、秦冰翼和聂小旭。哇哦。 恭喜4位！是的，同时也谢谢我们其他5位的参与，你们也表现得很棒。谢谢另外5位快乐男生，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。谢谢